修学，爱发大心嘛，爱用真殊胜的心情，也搁多爱种种的学业吧，咱爱知知，爱知影真多，用爱用的真大，顶顶啦，这是经会讲过去，咱爱知影。修业啊，要精勤，德高信修，奉行教戒啊，修持心志，摒除烦恼啊，专行菩提，立即正法，清净明觉。这就是要甲大家人讲。在那个灵山会上啊，参悟在那个所在，接受佛陀说法，都是呢大悲心，真用功修行，真精进啊，有了精进，有修有得啦，有得就有得啦，会当头好讲。得到佛陀所说的教法，信受奉行，才会当讲内修外行。咱修学必定爱依教奉行啊，必定爱修持心志。既然是发心啊，既然伫群众中伫咧生活。咱来依戒为制度啊，把咱的心智爱修好以后，这是偌呢真重要。修行就是为着要搞一点一点的无明烦恼去除，咱来一旦去除一分的烦恼，就会成就就。本的菩提，那就是慧命啦。啊，常常有人安尼讲啊，烦恼即菩提，安尼听起来感觉讲哦，烦恼侪哪有要紧呐？啊，烦恼即菩提呀，话爱听清楚啊，人人心中啊，都有依佛平等清净的本性。但是烦恼不断加改嘛，这本性变成了甲外地那起作用，那么有了外面的作用，善恶啦，向恶的行，那就是不断的成就烦恼，那是低哦，我知影。我了解，知影什么呢？知影讲利益多，我爱安尼去做，对我有利益。这个世俗利益啦，无离开呢五欲，这个贪欲、财色、名食、睡等等，这呢就是灾。知影安尼做，我会当有真侪的修行，真诶都叫做凡夫啊！这就是伫烦恼中啦、啊。伫这个烦恼中呢，咱也是去当着善知识，或者是听到一句好的话，把烦恼呢摒除掉去，烦恼摒除啦。自然的，咱就觉悟，不是讲烦恼即菩提，是伫迄个烦恼中呢，了解到世间真多呢无常。伫这个烦恼内底，咱会当头看到真多无常事，会当头看到真多苦难人，难，互咱一时觉悟了后呢？遐个拢是咱的经验，咱所看到的，所以咱会当及时觉悟。
这转烦恼成菩提，是烦恼给转过，那就是成菩提。所以定要跟大家人讲，健康啊，都治好。你若无去健康，你唔知道平安呢，就是好啦。好，最近啊，遮尼遮多灾难，偌尼遮多人发挥了伊个爱心，投入迄个受苦难、受灾的地方，触目惊心啊！看到天地啊，迄种个威力啊，世代不凋啊！想到在迄个环境中啊，灾后呢，迄种的心情，迄种的时间、日子、生活，是偌呢只难过啊！看到啦，应该呢，人人啊，都爱有一个感悟，世代不凋。偌呢真可怕，天地威力之大，看到遐呢真侪人啊，伫咧受苦啦。咱安尼会感悟啊未？会当感悟到佛陀所讲啊，行住坏空，会当感悟到佛陀所讲啊。人生无常啊，会当感悟到佛陀所说的话，国度为脆啊，亲像安尼经典内底啦，指出了世间的无常，指出了世间呢有偌呢真多的形象，这敢唔都是佛陀常常所伫咧讲的话吗？嘛是咱常常伫咧听一经嘛，所以佛所说的法编辑成为经典，经典呢啊伫后代啦，咱呢不断啦从经典中去接受，咱到底是毋是接受伫心里啊无？咱是毋是有感悟啊无？咱有伫咧信受无？有伫咧奉行无？戒律有修持无？心智有坚定也无？甚至呢，咱的烦恼啊，是毋是有不断伫咧起敌？从迄个烦恼中，咱是毋是有境界？那有了境界啊，咱心转。就菩提心啦，转烦恼就成菩提咯。所以那一旦安尼，才有法度啊，立即正法，咱修行佛法是偌呢真重要。心要安怎会平静落来？日常的生活。外面的境界，咱的心有伫遐伫咧起心动念也无，家己这点心啊，心是顾得好。伫这个烦恼境界中啊，咱的心是毋是会当寂静呢？咱若会当平时啊发入心，安尼呢？都会当立即正法啦，这叫做即正的法。外面呢，无虾米好摇动咱；外面呢，无虾米好引诱啦。所以咱的心嘛，爱时时呢，都是伫即正法中，安尼心才会当哦清净明觉啦，修行。听阿甲大家讲过去，无虾米，安怎样，互咱的心会当安尼清净明
这就是人内心啊本来具有的佛性，本来就有的菩提觉性，本来就有啊的智慧。所以呢，本来就有，但是偏偏呢，人啊，就是满心烦恼呢。这种满心的烦恼呢，就是叫做烦夫。烦夫呢，要修行啊，啊，是不是发心？啊，是不是将烦夫要到佛的境界？这条路呢，咱有决心行无？咱是不是有步步精进向前行？哪怕是寸寸啊，咱也应该都爱精进。所以，咱这拢是伫一念心啊，这大悲心证明，就是讲发大心啊，修行已经呢到达迄个大性多。发大心，用大行啊！咱修行啊，那下当呢就宏大啦。自然咱都真正立法吼，心立法中啊。所以呢，比丘有三种的意义伫咧。第一是破恶，第二是薄膜，第三是乞素。那第一的破恶呢，就是讲出家啊，一定爱持戒。唔只是出家人，伫僧团中持戒，哪怕是在家呢，信仰佛法啊。为佛的弟子，在家弟子也都爱持戒。不过呢，这个戒法啊，又轻又重，所以在家的技术啊，最基础就是五戒。那你做这人啊，是佛的弟子啊，也嘛就是佛教徒啊，所以。自制人啊，都爱修自制修戒，因为戒是以这个时代进行哦。过去佛陀的时代，在家弟子修五戒行十善，这是在家弟子。自制人现在呢，都爱修十戒。因为现代啦，有真多生活方式甲过去无同，社会的定境啊，会损了人的身心，所以咱都爱搁再甲在家居士讲，伫五戒以外呢，还搁伫生活中啊，加五戒，不管是开车那。不管伫生活啊、酒啊、烟啊、槟榔啊、等等，也阁有声色啊，这呢，拢是伫现代人的缺点啦。所以，安怎要改弥补迄个缺点？安怎样呢？才会当互伊身心健康啊，家庭社会会当通平安。所以。除了五种的戒律以外，好，都爱叫因讲，爱搁再加五戒，安尼呢，比较对身、甲心、甲家庭、甲社会，安尼才会当合乎健康哦。这就是在家的弟子，那出家弟子呢？哦，更搁再免讲咯吼，在咱出家界呢。哦，250戒、500戒，那可见生活
的细节啦，有偌呢真多的微细呢，所以啦，咱应该呢对世界啦爱真重视吼，所以讲出家世界应该先定啊，因为有戒，咱的心才会定落来啦吼。那因定发慧，因为咱的心定落来。所以咱的智慧呢，才会当增长啊。因为戒是止恶，常常讲防非止恶，这是啊，大家人应该拢知影。咱若有戒啦，咱才会当防非哦，唔对的代志，咱袂去犯着；那恶的代志，咱袂去做。有了戒。才袂犯错误，才袂有烦恼来担心啦吼。所以呢，防非止恶是戒的功能。那再来，伊的定呢，有定心才会当去除了咱心的杂乱呐。啊，智慧呢，才会当悟道啊。所以慧能悟道啦，根境。地名三十七座图片内底的五根五力吼，那咱才会当真正的圆满呐，智慧圆明起来，所以这叫做三无六合，戒定慧三行合起来呢，叫做三无六合吼。咱若会当有这个三学啦，自然啦，令破心窍七支，心三窍四，应该知影吼。心三就是杀多淫，这叫做身躯的三行。个窍四，妄言机意两舌恶窍。这呢是四行，所以心三窍四啦，这叫做七支吼。那咱啊，这个七支啦，先苦卖去烦着口业爱修，自然呐，咱都会慢慢呐去了解三界见思之恶，这见思邪啦，都是伫咱。的心窍以七支的内底呢，去做出去，讲歹话嘛是嘴啊，那做歹的代志、歹的行为嘛是伫咱的身躯里，所以心窍呢去做真多啊，那就是因为呢你心有烦恼，无了解道理，所以你讲唔对话，你。做真多的是非，真大的口业，或者是身躯呢的恶业等等吼，这呢就是因为咱的无明，所以有这个见思这种的恶，看这项无顺眼，咱呢就积伫咱家己自大，感觉讲你安尼唔对。你的见解是错误，我才是对的。哦，你安尼想，你想的呢，做出来都是唔对的。别人拢总是唔对，别人呢，拢总呢，无合咱的意。亲像这呢，敢唔就是拢脱口而出？敢唔就是呢？咱的身体行动啦，那。
对伊个举止动作对人有伤害。其实啊，咱伤害别人个同时，是伤害家己。不管是对形象力，这种个形象，你个举止动作对人粗鲁，予人看伫目睭里呢，感到爱甲安尼个。会激动呢，有的人呢，看到人无顺眼，用手都甲扯去，或者是都甲拨开去，用安尼的态度，予人看到呢，感觉到讲，感到遐尼正粗鲁的行为呢，感到遐尼正恶劣的声音呢，要冤家起来啦，就是啊，口气真歹。或者是行动呢，真粗鲁，等等，这拢总是咱的心嘛，无稳定落来，所以咱才会有这种呢，举止动作各位，所以咱必定呢，修业精勤，在日常生活中开口动舌，举止动作，咱必定爱真精真勤，那。减一分的烦恼，增加一分的智慧啊！得一分的法啦，就是呢，增加一分的德，这必定爱在信受中得来的哦。吼，咱爱奉行，咱爱教戒吼，这烦恼才会当去除呢。咱的心啊，是不是有立即正的法？咱爱清净明觉，爱真正。真正的明的觉悟，这就是咱的修行。所以希望恁大家人好好啊学佛呢，时刻爱自我警惕。在这人世间啊，人群中偌呢真多的境界，无不都是伫咧提醒啦，无不都是呢伫咧教育啦。咱来用感恩心嘛，来感恩周围的环境，那。予咱提高境界，所以人人时时爱多用心。